把它处理完，因为一次把它全部做完哦，这个难度其实太高了。好，那怎么做？首先的话呢，我们先解决什么问题？比如说一样哦，插入函数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我们确定是用 index，然后确定几件事情呢？第一个来源的范围应该不会变的，就这个范围，把它按 F4 啊锁起来。row 的话呢，它会变，可能一，可能二，可能三，一直到五。row 的话，列的话啊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因为它的列一定是在第一列，所以哈，假设我今天先输入一好了，好，然后后面的 column 的话呢，假如我也是输入一，那当然就高一枚。可是我等一下是向下填满，可是向下填满的话呢，相对的哈，我需要怎么样呢？从它的来源里面去变更什么？变更它的栏的位置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需要怎么样？把那个，配合那个 row 啊，所以哈，这个地方的话，也许我这边先打一个 row， 小刮胡，它会先抓到我现在列的位置，啊，现在列的位置，但是呢，我又必须怎么样，要把它变成12345，12345的顺序，所以必须怎么样呢？必须哈，外面再包一个 mod 刮胡 ，mod 的意思就是说求余数，什么东西呢？求余数就是。它给它的一个值再除以多少？除以五，所以逗点五的话就是意思说除以五的余数刮胡，它会返还给我就是余多少？哎，刚好余一啊。可是问题哈，特别说如果你现在呢，假如说用MOD 这个哈，假设你现在是按确定好了，你会发现哈向下填满，它会到这边会产生错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这边是零。啊，不，跟你讲，这个是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边就变零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五列嘛。那五除以五，零嘛。哎，可是问题这个位置有零吗？没有啊。所以必须怎么样？应该是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才对啦哈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我可以怎么做啊？这边我假如说我今天呢，要把这个我要的规则做出来的话，记得哈，我的习惯是这样。先把 row 减一，减一变成零，之后的话后面再把它加一，这样子的话我做出来之后哈，就会刚好是一到五了。OK， 啊其实哈就是旁边这一串了，所以等一下各位可以练习两个东西，一个是请在 J 栏哈跟 K 栏里面做啊几个动作，一练习 MOD， 那如果我今天要产生一到五的这个数字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哦，用那个 row 减一，然后后面的话逗点五啊，就是除以五之后余多少。那如果整除，那当然就是零了哈。那如果说现在我先预设值是从第一列开始减掉五之后的话，那当然第一个就刚好是就是余数哈，它原来零嘛，零除以五还是零，加上一之后刚好一，所以往下二三四五。一二三四五，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取得它栏的讯息。那列的讯息的话我想等一下再接着来看好了，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试一下，先思考一下如何利用那个 index 啊这个函数去帮我把五栏再转为一栏取得栏之后取得列，那列的话概念也差不多，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取得前面五个刚好就是第一列的话，那我势必在那个 row 的地方动那些手脚。所以我基本上跟那个前面取得倍数那个很像，只是说之前是乘，那现在你把它改成是除了哦，因为现在的话变成说你在第一列的时候先把这个列给减掉，那除以五，因为每五个哦，我来源刚好每五个一个单位，所以呢你减掉它之后零到四，第五的话呢刚好除以五刚好就一了，有没有？就整除了就会五除以五刚好一。一加一之后就会有二了，那到十，十再除以五变二了嘛，对不对哈？二的话呢，再加一变三，所以利用除法取得你现在列号，用 mod 取得你栏号，啊，把它最后怎么样了？把它拼凑起来，拼凑起来之后呢，我们最后呢就再把这个 int 这个部分嘛，把它砍。那也许你没有办法一次做到位的话，没关系，你就是记得怎么样，先把栏跟列做在旁边，然后呢再把它。用 int 函数给来源，然后再给列，再给栏啊，打勾之后的话呢，把它向下填满，
向下填满之后的话，哈，放开，哎，看到的结果如果跟旁边一样的话，那恭喜你，你就一次做完成了，好，所以特别注意啦，基本上就是因为 INT 哈，这个index 需要，哎，这个几个讯息列在哪里，所以你列旁，我列我是把它放在这边，好，你可以先在旁边做做看，栏是哪一栏，那在旁边这边做一到五，哦，一列、两列、三列，一直列一对。做完之后，你可以把这个公式放在这边，把这个公式放在。